嗨，Hi, 我是天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极限反转的经典悬疑片《万能钥匙》。心地善良的女主角凯特原本是医院的一名护士，因为看不惯医院对待病人的冷漠态度，愤然辞去了工作。这天，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，一户人家正在招聘私人看护，包吃包住，待遇非常不错。凯特便驱车来到雇主家中面试。这里是一栋位于远郊的荒凉别墅。 负责接待凯特的是雇主的私人律师马修。马修告诉凯特，别墅的主人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。老先生一个月前在阁楼里突发中风，如今半身不遂，出行都需要轮椅，并且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。凯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老夫人照顾老先生的饮食起居。搬进别墅的第一天，老夫人就给了凯特一把万能钥匙，说是这把钥匙能打开别墅的每一扇房间，方便她照顾自己的老伴。 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凯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：偌大的房子里面竟然连一面镜子也没有。对此，老夫人解释称，他们夫妇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想看到自己的那张老脸，所以就将镜子收了起来。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凯特没有多想，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发现这栋别墅里的怪事越来越多。这天，老夫人在院子里种花，让凯特去阁楼帮自己拿一包种子。凯特意外发现。 阁楼里有一扇连万能钥匙也打不开的隐秘小门，门后还传来怪异的声响。凯特直接向老夫人询问那扇小门后面有什么，可对方却含糊其辞，不愿多说。一天半夜，外面下起了暴雨，凯特被雷声惊醒，这时他听到二楼老人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于是赶紧上楼查看，结果发现老先生不知何时翻出窗户，爬上了一楼的房檐。倾盆大雨中，老人正在艰难地向前爬行。 似乎想要逃离这里。由于淋雨的瓦片太滑，老人最终一不小心摔了下去。凯特慌忙跑到老人房间取轮椅，准备救人，结果意外发现老先生在床单上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：“救救我。”凯特觉得是有蹊跷，就先将床单藏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律师马修应邀来到别墅，帮老夫人修订遗嘱。凯特悄悄将其叫到一边，将老人试图逃走和求救的事告知了对方。 可当凯特打开床单，想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时，却发现上面干干净净，之前的字迹竟然离奇消失了。马修认为凯特想多了，老人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要逃跑呢？而且据他所知，老夫妻俩非常恩爱，老人也没有理由向别人求救。尽管马修说的也有道理，但凯特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。他怀疑一切都跟阁楼里那扇打不开的小门有关，于是找了个机会悄悄来到阁楼。这一次。 他发现小门的钥匙孔里卡着半截钥匙，凯特用发夹取出钥匙，终于打开了小门。门后是一个布满灰尘的房间，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诡异，比如泡着人体器官的玻璃罐子，掉落地上的三头蛇戒指，标注着“献祭”字样的唱片，以及十几面藏在这里的镜子，还有一本画着奇怪法阵、写着诡异咒语的古书。这些东西根本不像正常人家里会有的物件。 第二天是凯特休假的日子，她驱车回到了市区的住处，并将自己在阁楼里的发现告诉了闺蜜。闺蜜非常肯定那些东西和巫术有关，因为她的姑姑就是巫术爱好者，她经常听到对方念叨这些东西。闺蜜还告诉凯特，巫术这玩意儿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只要凯特不相信，就不会受到影响或是伤害。作为一个无神论者，凯特自然不信所谓的巫术。回到别墅之后，她直接质问老夫人。 阁楼房间里的东西是不是和所谓的巫术有关？如果对方不说出实情，他就直接辞职不干了。在凯特的逼迫下，老太太点了一根烟，说起了多年前的一桩往事。原来九十多年前，这栋房子的男主人是一位非常有钱的白人银行家。银行家和妻子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。负责照顾兄妹俩的仆人是一对黑人夫妇。银行家为人尖酸刻薄，而且是个种族主义者，经常打骂这对黑人奴仆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黑人夫妇私底下的身份竟然是擅长咒语的巫师。这天，银行周年庆典，银行家在自家别墅举办庆祝晚宴，邀请了很多客人。大家喝酒聊天，忘乎所以。分别时，众人发现银行家的两个孩子不见了，于是四处寻找，结果在阁楼里找到了两个孩子。他们被黑人夫妇放置在法阵中间，似乎在学习某种巫术。银行家见状，一怒之下就联合醉醺醺的客人们。 将黑人夫妇直接吊在树上，活活烧死。这件事之后，银行家就像受到诅咒一般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因为银行破产而精神崩溃，先是枪杀了自己的妻子，接着又饮弹自尽，只留下一对年幼的儿女。两个孩子长大后，就将这栋房子卖给了老太太夫妇俩。在他们搬进来之前，银行家的儿女就已经将所有镜子都收了起来。老夫人曾经听人说过镜子能够通灵，所以她怀疑。 兄妹俩之所以藏起镜子，是因为在镜子里看到了那对黑人夫妇的鬼魂。他甚至怀疑自己老伴中风也和镜子里的鬼魂有关。凯特对这个神神叨叨的故事将信将疑。他自己在别墅里照过镜子，里面明明什么也没有。第二天，在给老人洗澡的时候，凯特突发奇想，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拿到对方眼前。谁知老人看到镜子，马上变得异常惊恐和狂躁。 仿佛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这下凯特也有点动摇了。她怀疑老人真的遇到了灵异事件，所以才变成这副模样。很快又到了凯特休假的日子，经闺蜜介绍，她去找了一名女巫。女巫在听完凯特的描述后，推测老人可能是中了巫术，于是就交给了凯特一个咒语，说是能减轻老人的痛苦。女巫还告诉凯特，红砖粉末可以辟邪，将砖粉撒在门口。 就可以防止邪祟或是心怀不轨的巫师进入房间。到了晚上，凯特趁着老妇人在楼下看电视的机会，悄悄锁死房门，开始给老人施咒治病。她原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没想到老人竟然真的有了反应。对方先是流下了眼泪，接着就艰难地开口，请求凯特带自己离开这里。这是老人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。恰在此时，门外传来老妇人急促的敲门和喊叫声。奇怪的是。 听到老伴熟悉的声音，老先生突然开始剧烈挣扎，眼神里满是惊恐，仿佛敲门的不是他的妻子，而是可怕的恶魔。老太太进屋后，凯特解释称自己只是在讲睡前故事，对方一脸的不信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当天夜里，凯特被一个噩梦惊醒，醒来后，他发现老夫人大半夜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站在他的门口徘徊，好像是在监视自己。凯特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太太有问题。 他甚至怀疑老先生现在这副模样就是被老太太施了巫术所致，所以对方才会多次向自己求助，迫切的想要离开这栋别墅。凯特想起女巫曾经说过，将红砖粉末撒在门口就可以防止邪祟或是心怀不轨的巫师进入房门。为了试探老夫人，他找来一些红砖粉末撒在自己的房间门口，然后谎称天花板漏水，让老太太进屋检查一下。老夫人刚想进屋，就看到了门口的粉末。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古怪，随即开始找理由搪塞凯特，就是不肯进房间。凯特心里一惊，他现在已经非常确定老太太有问题了。心地善良的凯特决定找个机会带老先生离开这里。晚餐时分，他将提前准备好的迷药悄悄放进老夫人的酒杯里，毫无防备的老太太果然中招。在晕倒之前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图纸和一支粉笔，并照着图纸上的样子开始在地上描绘法阵。 嘴里还念着神秘的咒语，凯特一把夺过图纸，看到上面写着“至尊庇护魔咒”。凯特认出这张图纸正是从阁楼里的那本古书上撕下来的。看来老太太正准备施展巫术自我保护，只可惜业务不太熟练，还没画完就晕了过去。凯特趁机将老先生搬上自己的车子。等车子开到院门口时，他发现院子的大铁门已经被老太太上了锁。时间紧迫，凯特只能强行开车撞锁。 结果大门虽然撞开了，他的车子也撞废了，无法重新启动。没有了交通工具，凯特根本没能力带走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。于是他将老人藏在花园里的小木屋，然后独自离开去找救援。凯特一路逃到镇上，找到了律师马修。毕竟这件事涉及到巫术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贸然报警，警察肯定不会相信。凯特能想到的就只有求助马修。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马修也是将信将疑。 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打电话的正是老夫人，对方显然已经醒了过来。马修示意凯特不要声张，他打算在电话里试探一下老太太。为了录下证据，马修拿起手机走进了更加安静的卧室。就在马修接电话的当口，凯特焦急地在客厅走动起来。这时，他注意到马修的书桌上摆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书籍，仔细一看，竟然全是初级法律知识。 对方明明是专业律师，怎么会看这种书呢？更让凯特没想到的是，马修的书桌抽屉里有一枚熟悉的戒指，正是他在老夫人家阁楼里看到的那枚三头蛇戒指。就在凯特疑惑之际，马修突然出现，并从背后将凯特勒晕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老太太家中。原来马修和老夫人是一伙的，两人逼问凯特将老先生藏在了哪里。凯特突然想起自己的房间门口。 还撒着红砖粉末，或许只要躲进房间就能安全。于是他说出了老人的藏身之处，然后趁着两人分神找人的时候，跑进了自己的房间。门口的红砖粉末果然拦住了马修和老夫人，可是，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。凯特决定去楼上的房间打电话报警。他找出此前藏在房间里的一罐红砖粉末，然后一边上楼，一边将粉末撒在楼梯上。这些粉末成功将老太太和马修拦在楼下。 凯特顺利来到二楼，找到一部座机，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但他只来得及报出地址，电话线就被追上来的老太太切断。对方不知从哪里爬上了二楼，为了躲避老太太，凯特躲进阁楼。结果发现阁楼的地板上摆着一圈蜡烛和镜子，好像正要施展某种巫术。凯特突然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一张图纸，那是他从老太太手中抢到的庇护魔咒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对巫术深信不疑。 于是慌忙掏出图纸，照着上面的样子画了一个庇护法阵，打算以此保护自己。等凯特布好法阵，老妇人也追进了阁楼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老太太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她告诉凯特，这根本不是庇护法阵，而是用来交换灵魂的献祭法阵。这时，马修也追了上来。 他的嘴里念着神秘的咒语，凯特突然感到自己被困在了法阵中间，完全动不了了。紧接着就被一面镜子砸晕过去。昏迷前，他在镜子里看到了黑人女仆的鬼魂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从不抽烟的凯特竟然熟练地抽起了香烟，那种姿势就和老妇人一模一样。现在他已经和老妇人交换了身体。随后，真正的凯特被灌下了一杯毒药，并因此出现了中风症状。 再也无法说出任何一句话。原来，马修和老夫人就是当年的黑人夫妇，他们就像寄居蟹一样，通过巫术来夺取别人的身体，以此达到永生的目的。九十年前，银行家的两个孩子就是他们的第一任宿主。等两个孩子身体老了之后，他们又利用相同的方式交换了另一对夫妇的身体。最近，这两具身体也老了，于是他们又盯上了年轻的律师马修和护工凯特。 早在凯特入职之前，黑人男仆就已经和马修互换了身体。也就是说，老人身体里的中风患者其实是马修的灵魂，所以他才想要逃跑和求救。此前，凯特给老人照镜子的时候，老人突然变得惊恐和狂躁，并不是因为从镜子里看到了鬼魂，而是看到了衰老的自己，一时难以接受。后来，凯特用巫术给老人治病，老人流出了眼泪，还拼尽全力开口说话，也不是因为巫术起了作用。 而是因为一切都如凯特闺蜜所说，巫术这东西只有相信才会灵验。这时，老人意识到凯特也开始相信巫术，下一步必将经历和自己一样的悲惨命运，所以才留下了绝望的泪水。只可惜凯特没能明白对方的意思。故事的最后，警方的救援姗姗来迟。黑人男仆顶着马修的律师身份，告诉警方，老太太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来，已经无法动弹和说话。 不过，对方在出事之前就已经立下了遗嘱，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这栋别墅都留给了细心照顾他们的护工凯特。警方对此没有任何怀疑，很快就将真正的马修和凯特抬上了救护车，带离别墅。他们将被禁锢在行将就木的躯壳中，等待死亡。而邪恶的黑人夫妇还将继续留在这栋房子里，肆意挥霍着他人的青春和身体，然后等待着自己的下任宿主。在电影史上。 有很多结尾极限反转的影片，比如我此前解说过的小岛惊魂、无懈可击、旧日噩梦、生死停留等，以及还没来得及解说的第六感、搏击俱乐部、致命 ID 等。这些影片大多在最后五分钟推翻了前面的所有剧情，并重新构建起电影的叙事逻辑，让观众看完回味无穷。万能钥匙上映于二零零五年，整部影片基本没有什么鬼怪或是血腥的片段，但是结局却让人细思极恐。 没看到最后一刻，永远不知道主角深陷怎样的圈套之中。二零一七年的黑马电影《逃出绝命镇》在创意上跟本片颇为类似。天成在此前的节目中已经解说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悬疑 movie 的主页上自行查找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